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位老长者，老长者家财万贯，拥有大房子，房子面积虽大，但只有一扇门。有一天突然之间，房子着火了，老长者得知大火，惊恐万分，子女只剩火灾，该怎么救他们？大火已四处蔓延，他们还沉迷于嬉戏，尽管老站着山岩游荡，他们仍然无动于衷。什么是火灾？什么是危险？他们一点也不惊慌。什么是火灾？什么是危险？他们一点也不恐惧。老长者知道子女们心中有所好，设计出三巧办法来诱导他们。外面各种玩物出来的都有份，有羊车、鹿车和牛车都倚在屋外，一听说屋外有玩物都争着跑出来。这个三巧办法子女们都无恙，老长者最后